啊，尊敬的诸位法师、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！好、哦，我们啊，这几节课啊，一起学习《四十八愿讲记》啊的第十八愿。 哦，这一愿，大愿的核心啊！我们从师长的教诲，可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。哦，这些重要的教导啊，啊，让我们少走弯路，啊，少走错路。哦，像这一愿。 啊，师长有说了啊，像在七十页啊，最后一句提到了啊，三辈往生呢，都是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是敬业正因。有很多人好像也发了菩提心啊，一天到晚拿着念珠念阿弥陀佛。 啊，为什么没有往生？是不是这部经有问题？啊、哦，这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，才不至于产生误会。哦，不能是自我感觉的哦，才不至于耽误自己啊这一生的修行。哦，你、那、看、个、开头经文还没讲啊。 岛上这一段话很重要了啊！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要仔细看，一个字啊，都不能疏忽。好，好啊！我们看八十页，好，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了，来看八十页第二段话。 我们学佛啊，啊，要符合经上的标准，哦，不是符合自己的想法，啊、哦，有同修也是说到了，啊，我觉得我是根熟的众生，啊、哦，他自己觉得是根熟的众生。 那可能是他的感情，觉得哦，哎，细细观察，他还很喜欢玩很多东西啊，哦，玩电脑啊，玩游戏啊，一下就被牵走了，不能自拔了。可是他也觉得他是根熟的众生呢、啊，哦，所以不能。 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、啊，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。啊、哦，老和尚在《菩提心灌注在生命中》说了，相信自己的意识啊，可能促成大错啊。哦，所以以经为标准。哎，《观无量寿经》说了。 啊，韦提希夫人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佛陀先告诉他净业三福啊，啊，第一福人天福，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才符合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标准呢、啊。 啊，那我们冷静想想，我们不在精业三福第一福下功夫啊，那不孝亲尊师，不修十三业，那不修十三业会造十二业呢？那极乐世界是净土哎，心净佛土净啊。 哦，我们最近跟大家一直在提两个字，叫相应啊。哦，那边是净土，我这边都在造业，那怎么相应啊？哦，所以净土中常常讲啊，随缘消旧业，不再造新殃啊。哦，他是向道的人。 他也是祈许自己啊，不要再造十二业了。啊，造十二业，那不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吗？啊，师长强调，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，不能往生呢、啊？ 哦，所以这个第一福是修行的基础啊！啊、哦，我们才能慢慢啊、哦，不是说一下子十二页都没有犯了啊,啊，努力有个过程呢、啊，深处转熟，熟处转身啊。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啊，他的恶是慢慢越来越少了，不能修了老半天恶还是很多。 哦，那要小心啊！恶造完了，恶业,业、恶业造完之后是有业力的、啊。等到业力现前呢、啊，地藏经提醒我们、啊：业力甚大，能敌虚名啊，能生巨海，能藏圣道啊。哦，我们观察一下世间。 业力现前呢、啊，家里奉发生重大变故了，哇，心都慌了。好、哦，这业力现前呢、啊哦，有时候啊，感觉叫天天不应了、啊，叫地地不灵了、啊，它业果已经形成了，没有办法转。 哦，所以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呢、啊？愈合待乎啊？不能等到这些业报现前呢、啊？哦，呃，这个业报啊还没有成熟啊，都能转的、啊。哦，万德洪明，能灭众罪啊。哦，果能一向专念，自然过障。 消除啊！随着一生一生的佛号，不但道心纯熟啊，且可福慧增长。好、哦，所以老实念佛啊，重要啊！嗯，啊，昨天有听到啊，这个少喝啊。 甚至最好不喝啊，那个代糖的饮料啊，哦，有一些研究单位啊，都蛮权威的啊，研究啊，好像快十八万人次吧啊，就是喝很多这些代糖饮料的，得老年痴呆症呢、啊。 比例高很多啊！哦，所以女主人把的关很重要啊！哪些东西放进冰箱啊？哦，而且这些东西啊，可能是业果现前的真上缘呢、啊！<laughs> 哦，还是喝天然的东西，吃天然的东西。 有建议啊，多喝果汁啊，哦，当然这里要补一下啊，虽然要多喝果汁啊，也要看每个人的体质啊，哦，不然，啊，大家一听很激动啊，陈德华是说喝果汁啊，就拼命喝啊，喝到这个呵呵，呃，身体太寒了，这不行了。 哦，所以现在讲什么话，方方面面要考虑到啊，啊，不然呢，我不杀伯仁呢，伯仁因我而死啊，<laughs> 哦，我没有害他之心啊，但是这个话讲的不够周全呢、啊，啊，搞得他出情况了、啊，哦，你看有一阵子也说生机饮食很好啊，啊，确实有他的道理。 可是啊，不能忽略了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。<laughs> 哦，我现在感觉一激动啊，好心办坏事啊，太多了。啊，比方吃什么？哎呀，吃一吃，苗条很多啊，到处劝人家都这么吃，你说他好不好心啊？ 可是，请问，对方的体质跟他一样吗？啊，他还拍着胸脯这么吃，保证苗条，保证健康。哇，这到时候吃出问题来啊，这个富不富因果？<laughs> 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啊，面对事情啊，不能激动啊，啊、嗯。 啊！一激动，啊，人体、身体就是寒热的问题。哇，你不能一激动，你觉得这个很重要，一激动了，讲话不知道经典讲了，不照黄帝内经》讲了，这可不行啊！风寒暑湿啊，这寒热只是其中。 两种啊，它有好几种情况啊，你一激动了，以偏概全呢、啊。会误导人了、啊啊。我也见过中医师，我说还是啊要依法不依人呢、啊，依《黄帝内经啊》啊为老师啊，啊，我们用佛门的角度来看呢、啊，啊，皇帝。 岐伯，这些人都是入了一定境界的。不然你看，人体这些穴道，啊，三百多个穴道吧，啊，大家想一想，连现在的仪器啊，都测不到，<laughs> 不容易测啊，它存在啊。你说它不是用仪器观察出来，它它怎么观察到的？ 他没有圣深的禅定，他能看到这些东西吗？不太容易吧？哎，能讲出来，几千年印证，他都是对的，他都是真理啊！这个没有在进入境界当中讲出来，不大可能的、啊。哦，那。 啊、哦，我跟这一位医师啊，探讨啊，啊、哦，我说我们还是师依法，其中的依法不依人啊。哦，那他，他跟我回了一句啊，我以病人为师啊。哇，大家听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你假如是生病的人，听到这句话啊，痛哭流涕啊，哇，这个医生。 以病人为师啊，被他感动的不行了，别感情用事啊。请问大家，他所看的病人有多少？好、哦，他能很关注病人的实际情况，这个是可贵的。就像我们讲经啊，气理还要气机呀、啊，啊，气机是考虑众生的。 根性接受度啊，看病也是一样啊，好、哦，你要了解他的客观状况，但你所运用的都要是跟《黄帝内经》相应的医理呀、啊、气理、气机呀、啊。啊、哦，一说以病人为师，那他所看的病人有多少？再来。 病人，你给他治疗了，他现在有好转，代不代表一年之后有好转，十年之后有好转，还是现在好转了？可能你把他的阳气都掉的太厉害了，可能他两年之后猝死怎么办呢、啊？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呀、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、啊。 不论一生，而论天下，所以师长讲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啊！哦，那这个不是在当老师啊，要说这八字各行各业呀、啊，医学界、商业界，为什么？每一个行业都有菩萨实现呢、啊？ 都有留下，不可以改变的道啊！你看《论语》，领导人不能违背这个道啊，君道啊，啊，汤曰：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啊。”这是我们这个尧舜禹汤这些圣王相传的心法。 你照现代的，你不能改变这个气长则妖星啊！你一改变了，就偏掉了。哦，老师有师道啊，啊，商业界有商道啊，医学界有医道啊，不能乱变呐。哦，所以佛要灭度之前，特别交代四医法。 这个临终前交代的话，重中之重啊！啊，《涅盘经》好像就这十一法要开解呀、啊，啊，尤其处在末法了、啊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没有依法不依人啊，不被邪师拉走啊，很难呐、啊。 啊，这都是要我们要建立的修学的正知正见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了、啊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刚刚说的，没有证阿罗汉以前，不能相信自己的感受、啊，想法、看法，要依经典了、啊。啊，这个在《四十二章经》其中有一品经。 就讲到这个了啊！圣物信汝意啊，汝意不可信呐、啊！啊、哦，我们的我执还没放下，想法看法都从我执出发出来了，啊，会感情用事的啊！以经典标准。 啊，所以观无量寿经这五经一论是标准的，要先修三福，尤其是第一福啊，啊，我们在这一品经师长也教导正助双修，正修是念佛，助修啊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啊，这个是助修了，好，而。 这一段经文强调的啊，自心性要，这个就是标准了啊。自心性要，我们要好好一心啊，不怀疑，很相信，很欢喜啊。最欢喜的就是这一件事，性要啊啊，来念佛啊。好多事情都能把我们。 念佛呢的心呢、啊、拉拉走了，<laughs> 哦，这没事干的时候来念念佛吧。哦，那这个跟自心性要不相应了哈、哦。黄念老说要把念佛当第一呀、啊，哎，真的冷静想想啊，太有道理了。啊、哦，这个最近呢、啊。 啊，跟同学、啊、在一起学习四书，好、哦，啊、哦，所以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前段时间感冒了，啊、哦，还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啊、哦，又有教学任务啊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啊《无量寿经白话解》跟《群书制药课程呢、啊，啊，停下来了。<coughs> 哦，这个啊，啊，要跟大家致歉啊！阿弥陀佛。好、哦，那这个四书的内容啊，这确实还是蛮重要的。好、哦，啊、哦，这个可以啊，在跟大家呢，啊、哦，啊，做探讨啊、哦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、哦。里面提到了。 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啊，知止而后有定。哎，这个用在我们念佛法门很有味道啊。知止，止在哪？止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哦，那我立了这个愿呢、啊，代表啊，我现在啊，就好像你看到目标了。 你走的每一步路是往这个目标走的，啊。那代表我的起心动念、一言一行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叫知止而后、哦、有定啊！你定在这个志向啊！ 啊，师长，这当面指导我们了啊，啊，要止于西方极乐世界哦、啊。后来自己想一想，现在外面的诱惑啊，财色名食税啊，比起一百年前啊，多少倍啊？哇，不好算啊。 那、哦、光是一个手机就不简单了，哎，就不好算它的倍数了。哦，啊，假如每天我们还在想想，嗯，很想很想吃吃这个，想尝尝那个，啊、哦，你说要定在哪？<laughs> 哦哦，最近换季了，哦，这衣服挺好看的，去看看吧。 嗯，有时候我们都想啊，看一看，十几分钟而已了，啊，这边十几分钟，那边七八分钟，你一天不就这么过去了嗎？嗯哇，现在觉得一天太快了，不只是这个感觉啊，那一个月过去也是快的不得了啊。 啊，二零二三年了，啊，今天是夏至了啊，哎，都快过一半了。哦，这个佛号有没有越念越多了？啊，正念有没有越来越提得起来了？你外面这些东西，哎呦，我钱变多了，这个都带不走的，哎。 要努力带着走的、啊，不能瞎忙这些带不走的、啊，而且说实在的，带不走的太多啊，会变成累赘啊。哦，这个最近这个回到兰比的啊，这个我以前啊有一些用品啊都搬搬回来。 房间里了，哇，那么多东西啊，啊，我都觉得是累赘啊，所以这个很惭愧啊。你看人家佛陀那时候三一一波，哇，多自在啊！<laughs> 现在出了家了，向上出家了，都没有体会到佛啊，当时候的精神啊，哦、啊，难怪老和尚说，你学佛啊。 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，不然你会学错啦。哎，这些表法对修学啊，相、哦、对我们出家人太重要了啊，随时拎着就可以走，没有累赘啊。<laughs> 哦，看到一堆东西啊，一个头两个大，哦，这个怎么往事的？<laughs> 哦，所以。 哎，现在人家送的东西啊，都不入库了啊，马上要转送出去了啊。现在有的赶快送走了，哦，当然送也不能是应付的送了、啊，是吧？哦，送还是要符合群书制药的心精神，啊，是吧？群书制药有赏有罚，啊，你赏你送东西了啊。 所谓无功不受禄啊，啊，你不能乱送 <laughs> 哦，你不能没有付出的送一堆，有付出的都忘了，哇，这人心不平啊。<laughs> 所以，连送东西啊，心中也要有情书之药啊，心中也要有佛法啊，叫面对境界要清楚啊。 诶那送东西是不是境界啊？啊，也不能稀里糊涂的送啊！哎、啊，哦，今天啊，也跟大家探讨到了，啊，哎，我们知止了，啊，哎，止在哪？止在极乐世界，止在明明德，提升自己，止在清明。 利益众生呢、啊？利益人民呢？哦，那定静、静、安、虑、得，啊，哎，你思思虑了，正思维了，就会有所得，是因为你的心是处于啊定、静、安的状态呀、啊。你你心很安的时候啊，我们说安住当下。 你一接触人事物，你会有所领悟。哎，好像这些人事物都在给我说法、啊。哎，感觉嗯，今天呢挺有法喜的。哦，因为你的心一安呢、啊，你接触外境呢，哎，你的觉性会起现现的，你会关照啊。哦，哎，你一洗手了。 哎呀，不能浪费水啊！你看，你自己在这些境界当中越来越节俭，这是不是自受用啊？是是明明明德啊！啊，你在洗的时候，哎呀，现在好多地方啊，连水都没有啊！哎，你起了怜悯的心呢、啊？哎，我省下来啊，我的福报愿意给他们了、啊。 所以这个俭呢、啊，俭敬人呢、啊，节俭接近仁德啊。因为减我的这些享用啊，去帮助疾苦的人呢、啊，养德啊啊，俭对自己呢，俭以养廉呢、啊。节、啊、俭的人考虑事情啊，有后啊，哎，我现在节俭一点。 可能以后家里用得上啊，以后别人用得上啊。你看海鲜，老上种东西都存在那里啊，它很节俭啊。最后救活很多人啊，呀，刚好遇到那个灾荒了、啊，好多人吃不上东西。你看这些东西统统派上用场了。啊，你的心安定的时候啊。 你你一接触，哪怕洗个手，你会有领悟啊！虑而后能得啊！哎，你得到提升自己跟利益他人的方法了啊！我要省水啊，我要省电呢、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假如今天你心烦意乱的。 也没有安心沒有，没有静，没有安，啊！你在洗手的时候啊，刷刷刷，水龙头开的很大，你都没有注意到啊，<laughs> 哦，浪费很多水啊，啊，更不会去想到说省水给别人啊。你在那里洗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是吗？嗯，你看，同样洗一个手啊，有些人积功累德了。 有些人造轮回业了，啊、哦，所以老和尚常说：“你会吗？会不会修行呢？”好，那今天我们在静园当中，心都是安的，面对静园，考虑事情，应对进退的言语，哎，都得当。那是要在心是静。 安的状态呀、啊，你面对镜缘，你会思维啊，你才会去应对进退啊，是吧？你心很安呐、啊，哎，看到同事的表情，嗯，他需要安慰了，哎，你就有这个思维了，啊，你就及时给他安慰了。假如我们的心还在生气了，那谁需要啥？根本看不到啊。 所以，心要能呢，静得下来，要能安住当下。我们面对境界的思维，才是正思维；，不然是善乱的思维，带着情绪的思维。最后去处理事情呢，越帮越忙。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下来，什么要排第一啊？ 念佛啊！你念就没有忘了我要去极乐世界呀！啊，念着佛呢，心定了，心静了，心安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妄念少了，哎，真的有事来找你了，你去办事了。哎，一考虑事情啊，非常灵活啊，思维。 都跟佛法相应啊啊！不能为了做事而做事啊，啊，是为了修行而做事啊，是为了自利利他而做事情啊，是为了积累往生的资粮而做事情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分析分析呀、啊，念老说的要把念佛摆第一啊。 这个是大智慧。我们不照着做啊，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恶性循环呢，跳不出来了。你很很希望把事情解决了，但是呢，你思维事情不是在定静安的状态了，那当然。 处理完啊，又延伸出副作用了。<laughs> 哦，所以老和尚说的“知识解决事情啊，有副作用啊；智慧解决事情才没有副作用啊。”啊，因为智慧跟慈悲没有分开啊。啊，你智慧启用的时候，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人了。 考虑比较周详啊，嗯，哦，而且用的是真心啊，啊，这个事就慢慢往好的方向发展了。事情是医报啊，随着正报转了。哎，今天我们的心里面还有烦恼牵挂，我去处理事啊，很难处理到最佳的状态，甚至。 呃，有点着急，又讲错话了，啊，前面的努努力呢，又有点退回去了，哎，<laughs> 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啊，有时候一句又忍不住了，前面铺垫的又白费了，啊，忍得一时之气呀、啊，免得百日之忧啊。 所以讲话要没有情绪啊，就要多念佛啊，<laughs> 哦，多听经啊，啊，好、哦，念啦念啦，啊，啊哦、多熏习了，这个脾气要上来了，突然一句经文就上来了，啊、哦，突然一句佛号就上来了，提醒自己啊，哎呦，这个嗔慧心赶快调下去了。 强者先迁呢？佛号念多了，他很容易就起现行了。啊，听经听多了，啊，这些教诲很容易就可以提起来了。好，哦，那刚刚跟大家提的，啊、哦，不能随顺自己的感受想法，要以经典为标准。 啊、哦，所以自心是一心，一心求生呢、啊，啊、哦，一向专念，啊、哦，信要没有怀疑，啊，啊，最欢喜的事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我们要自己检查了，啊，好，哦，而且我们上一次、啊。 啊，师长老人家还讲到了我们一经的标准呢、啊。这一部经好啊，分量不多，很容易受持啊，八十一页、哎。要把它做到啊，把它变成我们日常生活行持，这样才是修行。 这样的修行法，就是古大德所说的“万修万人去”啊。这一段大家有没有印象啊？哎，万修万人去哦，一个都没漏呢。哇、哦啊，那这种修法叫打包票啊！呵呵哦，老和尚给我们打包票啊，这么修，万修万人去哦，那还担操啥心啊？啊，就照这样去落实了。 那个师师长说：“经不是叫你念给佛听的啊，念了佛就欢喜啊，啊，那不是这样的，那自己骗欺骗自己了。佛还要听这个东西，好、啊，佛不要听啊，是要念给自己受用啊，啊，提醒自己啊，依照经典的教训去做，什么时候做？” 你听闻了就要去做了，啊！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啊！哦，这句话我们很熟了。那要提醒自己了，从此刻开始啊，不批评别人了。啊、哦，当然，对方能接受你提醒他的问题，那叫护念，那不叫批评了。 批评是对他有看法了，傲慢称谓起作用了。啊、哎，护念那是慈悲爱护他的心起作用了，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而且我们呢，啊，放下批评的习惯了。这个老和尚也教我们了、啊，怎么放下呢？ 别人做错了，啊，是我做的不够好啊，还不能感动他，哇！一下那个称慧傲慢的心就转成自我提升的心了、啊。哦，而且啊，佛门叫不恶法门呢、啊，我们都很想入不恶法门呢、啊。 无量寿经说：“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，他的错就是我的错啊！啊，我假如有提醒到他什么呢？他可能就不会错了。啊，面对亲戚朋友造成的错误思维，是不是我前面少做了什么？哎，往往啊。” 不止不指责了，可能跟他的互动啊，他在那里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怎样怎样，哎呀，是我哪里啊没有做好了，哎，你是发自内心的，对方也知道他错啊。可是你不止没有责怪他，你还反省自己啊，哇，那可能对方他的惭愧心啊就被你的。 真诚的反思啊，给触动了。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，但恐我们的诚心未至啊。诚心是真心啊，向内求，向内反省啊，他就能出来啊。啊，向外看人过了，这个真诚心就很难现出来了。 好，哦，所以师长教导我们“万修万能去”啊，就是把经典能落实。好、哦，而且啊，进一步说了，这样修行啊，就是观经所讲的，事心去做佛了。哦，心去做佛啊，工作处事用真心，就是做佛啊。哦，所以老和尚。 在菩提心灌注生命中讲到了，啊，你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的心，那生活是念佛，工作是念佛，应酬是念佛，处事待人接物、啊，没有一样不是念佛。老和尚解了这个念字啊，金心，心上真有佛啊。 哦，有一个同修，他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最近工作真的很忙啊，早晚定课啊做不全呢、啊。”啊，他问这个问题啊，代表生烦恼了。啊，其实啊，我们掌握的修行的原理原则啊，还是要自己护念自己的。 你不能一有啥、啊、都要问人啊！啊，问人不要问到最后啊，问出依赖来了，那增长执着点了、啊。<laughs> 哦，我们哦，对不起，我们好像好久没有传统文化学习班交流问题了啊。<laughs> 哦，我们看看，嗯，下个月看安排一次哈、哦、就。 我们探讨问题是一个圆呢、啊，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圆，啊，你可不能参与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不是我问的，哎呀，赶快，待会那个问题才是我的，啊，你这样来听啊，越听越执着了、啊，要怎么听呢？哇，这个第八个才是我的问题。 啊，听到第二个问题，啊、哦，发信息给工作人员啊，第八个问题去掉了啊，我解了啊呵呵，这叫会听啊，哎、呃，我们以前哪有人可以去问问题啊？哦，自己学习啊、哦，找几个朋友一起来共学啊，哦。 那有时候可以问到老和尚啊，没有啊，但是也有问题啊。静下心来听老和尚的惊叫，听了、啊、听了、啊，哎，差不多十五分钟左右啊，哎，想通了。问题自己想通的，跟别人给的答案呢、啊，那不太一样啊。哦，别人跟你讲了、啊，哦。 听几分都不知道啊！<laughs> 你自己想通了，哎呀，若有所悟了。哦，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啊？陈德有时候回答问题还没回答呢，讲了二十分钟的话，哦，可能很多人说。 这个陈德法是搞什么、啊？还也不赶快我，我我的问题在后面解不了了，赶快讲吧。<laughs> 哦，前面聊那二十分钟啊，是你能够在面对任何问题呀、啊，可以运用思你你思维的原理原则啊，有可能你掌握这些原理原则，你就迎刃而解了。 啊，我们儒释道的圣人最擅长什么？归纳。哦，你看佛一讲“身口意三业”，所有的行为都在里面了，厉害吧？哎，哦，你看师傅讲了菩萨四德，就讲了四点。 那你菩萨面对任何境缘呢、啊？用这四个原则去处理，都能处理，任何事都能处理。哎，好、哦，都讲到这里，那我看这个回答问题也不用回答了啊,啊呵呵！哦，掌握这四个原则去处理就可以了哦。哦，好。 哦，那可能我们在一起探讨啊，可能会用的更纯熟啊。嗯、哦。<laughs> 欸、好，所以这个老祖先呢、啊，那真的是儒释道的圣人、啊，太有智慧了，哦，太会归纳了，哦，你看随缘妙用。 你每天遇到的不都是缘吗？甚至你做个梦也是缘啊！哎，妙用啊！为什么我做这个梦，日有所思啊？哎呀，我知道我放不下哪一个点了，是吧？所以梦里都有啊。那你就得说用了。哦，那你你自己做梦的领悟了，对峙这个习气了。 你有心得啊，你就可以供养给别人了。哦，可能跟我们同时代的人呢、啊，这些方面呢，都是比较放不下的。好、哦，哦，那妙用啊、哦，这个妙就不起情绪啊，你才能处理好事啊。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，你得定、静。 安，你才能虑啊！心要先安定下来，再处理事情，才妙的起来啊！啊、哦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给他说说。你这种状态，就别跟人家讲话了。哦，哎，呀，你真的体会到啊，随缘可以妙用啊！ 就不怕境界了。我们现在事情还没来，担心就来了。你怕他？不用怕人，不用怕事啊，怕什么？怕念头不对呀、啊。处理事啊，不要搞复杂了。只管一个重点，管我的心。把心管好了。 你在处理这个事的时候，你的眼神对了，啊，你的言语对了，啊，你的动作对了，他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了。啊，修修学的人要越学越简单了、啊。不能越学越复杂。啊，简单到呢。 只有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 <laughs> 哦，你说那只有一句“阿弥陀佛”怎么处理事啊？哇，你真的只有一句“阿弥陀佛”啊，你就会处理事了。<laughs> 为什么？你只有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你就应无所住了，妄念进不来了。事情一来，怎么来？你怎么应？你就而生其心了。 啊，只有一句“阿弥陀佛”啊，心就清净了，越来越清净了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！啊，急而常照啊，照就是起作用了、啊，静水照大千呢。哦，不要急着处理事啊，最重要的先要把心安定下来，要让心越来越。 清净啊，不要被是非人我利害得失啊牵着啊，静不下来了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师长给我们分析了啊，念佛的念是精心呢、啊哦。哇！ 那我们体会到了啊，我们去办事都是念佛，都是积功德。好、哦，哦，那这一个朋友他问到了啊，这个早晚课啊。有时候都没做了，气馁了。法无定法，你这一段时间工作特别多啊。 你要适度调整这个早晚定课时间少一点，啊、哦，不然你一气馁了，又又带着情绪了，好、哦，当然了、啊，你你调整了不是自欺哈，一调整了啊，抖音还看了不少，那这不应该调整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这个大学还是要学吧，哎。 所谓成其意者，勿自欺也。啊，你在那里，嗯、我最近工作多了，哦、嗯，呃，听课少一点吧，但你还在看抖音啊。哦，那这个你就是自欺了。<laughs> 呃哦，不能浪费时间才是尊重自己的法身慧命啊。啊，自重啊，人家才会尊重啊。 但虽然你可能念佛听经的时间少了，可是你在做事当中啊，心中要有佛法，你还是在念佛啊，你还是在道中啊，哎，你在做事还是在行解相应啊，你做的时候都是用佛法在思维啊。 你真的是这么干呢、啊？你在做事当中是有法喜的，而且啊，你一有时间呢、啊，你就想听经，因为平常很少机会听经了、啊，一有时间很珍惜啊。哎，结果你一听经啊，哎，很容易起关照，哎，跟生活啊就融在一起了。哦，一听经。 好像工作里的事，哎，想通了，哦，哎，或者一听经，哎，印证，啊、呃，自己那么处理啊，没有错啊，哎，越听越有味道啊，可不能听经的时候想着工作，工作的时候啊，又说，哎呀，真倒霉，都不给我听经，<laughs> 哦，这个都是不能。 安,安住当下，嗯，哦，好像古代啊，有一个得道之人啊，有人请问他啊、呃，你开悟之前怎么修行呢？哦，那每天呢，啊，这个挑水、煮饭、砍柴啊。 那你开悟之后怎么修行呢？挑水、煮饭、砍柴了。啊，这个人一听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。<laughs> 啊，以前为什么开不了悟啊？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，挑水的时候想着煮饭，煮饭的时候又想砍柴。啊，我们听着这个故事啊，啊，对照对照自己啊，好像有点像。 <laughs> 哦，那那最后怎么能开悟了呢？哦，砍柴的时候砍柴，挑水的时候挑水，煮饭的时候煮饭，哎，在行一禅呢、啊，啊，坐一禅呢、啊，雨莫动静体安然呢、啊。 啊，他任何时候心都是安安住的，都是用真心去对待的。哦，所以师长讲到了，啊，我们生活工作、啊、都按照经典呢、啊，这就是世先哦做佛了。 具体实践呢、啊？佛的心行呢？哦，那当然了。这个法门殊胜呢？啊，在一切修行法门中啊，最极玄妙。啊，只在平常老老实实、绵绵密密，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，不要中断，自然就相应了、啊。 这个易行道就是它容易比其他法门容易，而且它修学的方法不困难啊，而且任何时候都能修，哪怕人家不让你念，你也能修啊，默念就好了啊啊，夏连居老居士提到了念佛时啊，一切莫管。 啊，不要去想其他的事了。字句分明，一字一句念清楚，听清楚，平平常常老实念去，这就是用第一念的。啊，所以八十二页第四行说的，如同古德所说的“暗合道妙”，就是相应的意思。 啊、哦，自然相应。好、哦，啊，进一步开解了，道就是我们的佛性真心，道就是示心作佛，这是我们的本觉啊。哎、啊，示心是佛，我的心本来就是佛啊。 妙呢？啊，暗合道妙嘛。妙是什么？就是世心作佛。我们这样做啊，就是世心作佛。啊，我们绵绵密密啊，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，就是世心作佛。啊，深深唤醒自己呀、啊，弘明正张自信啊，世心作佛。 而且是最快的方法，死本不离，啊，无量光寿是我本觉，起心念佛方明死觉，啊、哦，所以无量光寿就是是心是佛啊，是我本觉啊，起心念佛，这个就是啊，开始觉悟了。 啊，无量光寿是本觉，起心念佛是死觉了，死觉和本觉了，哦哦，所以这里师长说了，四心作佛，自然就是四心是佛，死觉和本觉了，好、哦，这样叫暗合啊。 和自然相合了啊，这个叫暗合道妙了。好、哦，起心念佛，方明始觉，脱彼一正显我自心啊，十本不离，直趋结路。这直趋是最快的方法了。啊、哦，所以《大集经》啊，佛说这一句。 阿弥陀啊，即是无上生妙禅，禅已经很快了，它是无上生妙禅了。那晋朝我们前面跟大家提过了，觉明妙行菩萨，晋朝的人呢、啊，他体会到了世间苦了，他发起出离心了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念了七天。 阿弥陀佛现前给他说法，他入无身法忍，就证得法身了、啊。哎，证法身就能成佛了，哎，就就能在十方国佛国度以佛身度众生了、啊。七天呢、啊，证无身法忍了。那《观无量寿经》上更厉害了，那《观无量寿经》还没讲完，韦迪西夫人。 哦，还有身边啊、呃、那些宫女呢，正无生法忍。哦哦，所以这个法门呢、啊、殊胜难、啊。哦，所以你看师长说的《观经》上讲的这两句话非常重要的经文。啊、哦，我们做到了。 功夫念得好的，念得纯熟的，念念离念，叫离妄念了；念念离妄念了，叫因无所著了。啊！可是又一生又一生呢、啊，叫而生其心了。你看《金刚经》的法身的境界，居然在老实念佛中现前了。 啊、哦，所以将为农居士赞叹持名念佛，暗合道妙，巧入无声啊，无声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。所以即是行深般若啊，啊、哦，我们念心经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啊，这是理论啊，怎么实践呢、啊？老实念佛。 哦，所以你懂得经论越多了，<laughs> 你再去读啊、哦《静修结要》啊、哦、第十三拜六字统摄万法，哎、呦，你念的很有感觉呀、啊！哦，最近在学习大学，哇，讲了那么多理论，阿弥陀佛啊 <laughs>、哦，怎样知止啊？阿弥陀佛，怎样定啊？阿弥陀佛。 怎样静啊？阿弥陀，哎，怎样明明得啊？阿弥陀佛，怎样清明啊？阿弥陀佛，哦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有啊，还是简单念阿弥陀佛啊、哦？你看《金刚经》，云何应住啊？阿弥陀佛，住在这一句。 我们说常住真心啊，这一句就是我们的佛性啊，我们的本心啊，啊，云何降伏其心啊？阿弥陀佛，哎，金刚经讲完了。哦哦，你看十三页道经，昼夜常念思维，观察善法，令诸善法念念增长，不容毫分不善见杂。你看，那就念一句阿弥陀佛。 就不容毫分不善见杂了 <laughs>。嗯，啊，你懂了很多啊，你要下手处啊，哇，那还是老实念佛，是最稳当、最妙的方法，最快速，嗯啊，也是最究竟的哈、哦。所以，即是行深般若。 无意念实相，跟念实相没有两样啊！哇，你看这句话有味道了，你已经巧入无声了，就无意念实相了。哦，哦，所以这个方法妙在哪？你说我们要实相念佛啊，要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。 啊，我现在一想放下执着啊，啊，就想到这个啊，尼亚加拉大瀑布。<laughs> 哦，哦，我每一次都要顿一下啊，因为在台湾翻作尼加拉瓜大瀑布啊。我现在要要，我、哦、你看先入为主啊，以前都是，<laughs> 嗯，哦，就想到哇。 这个才九百多公尺啊，挺吓人的。那四十里怎么办啊？怎么断得了这些见识烦恼呢？哦，而我们只是啊，以凡夫心来念啊、哦，从有念入无念、哦、啊，以凡心啊入佛心。 你说直接无念而念，我们凡夫做不到了。从有念入无念，啊、哦，一生接一生，呃，时间到了，功夫到自色通了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了，啊、哦，这海贤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，他入这个境界了，哦哦、从繁星啊，啊，从凡心啊入到佛心了、啊。 哦，所以无意念实相了、啊，啊，跟实相念佛一样的境界了，所以是故，啊，接下来这个话很重要，是故啊，能灭众罪呀、啊，能消众业呀、啊。哎，那个钟怎么停了？不动了？哦。 啊，我这个时钟暂停了，我不知道现在几分。哦，哦、啊，讲到这个时钟就暂停了啊，停止呼吸了啊，哇，感觉到持名念佛的殊胜是吧？哎，所以持名念佛啊，能能灭重罪，能消重业啊，我们过去心生。 造再多的业不怕，只要肯老实念了，《观无量寿经》告诉我们真心念呢，啊，念一生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！哦，而且啊，我们安住，哪怕过去啊，造了业。 烦恼即菩提啊！学佛要会转念呐、啊！啊，以前造的业很多啊，亲戚朋友都知道啊。啊，你老实念了、啊，你的身心、家庭都变化，那他让他们都跌破眼镜了。那你以前那个一转，不就也是也是法缘吗？ 俗话有一句讲了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、啊”呐。哦，那浪子以前也是造业啦，可是他一个觉悟过来了，恶都断掉了，哇！认识他的人通通佩服了，通通可能都念佛了，哦，信佛了，都有可能了。 所以不能为过去的事啊懊恼沮丧，一转就是菩提了。哦，尤其张家大师又提醒我们了、啊，什么叫忏悔啊？祸不再造啊，你过去错误的，一一而再再而三想啊，那就又造一次业了，阿赖耶识又落一次了。 所以，真正要忏悔，念佛最好了。啊，多念佛啊，啊，这些清清空啊，清干净了、啊、过去这些拉拉杂杂的东西了。哦，好，哦，所以念念离念啊，离妄念了。 功夫成片了、啊，就是古人所讲的，以凡夫心入诸法实相，啊，入佛心了，啊，入实相了，啊，那这里师长说了，在其他的法门、其他宗派里啊，要达到以凡夫心入诸法实相啊。 <laughs> 很难，都是要从见识烦恼，见货八十八品，失货八十一品，好，要放下，再要放下分别，分别叫尘沙烦恼，这个这个词我们就知道太多了，尘沙，然后把分别放下了，再还要放下起心动念呢。 才能入诸法实相，但是这个方法可以暗合道妙，可以即时行深般若，可以入诸法实相。好，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境界，唯有念佛法门呢、啊、最容易。好，所以如来所以心出世啊。 唯说弥陀本愿海，这是善导大师讲的善导大师，阿弥陀佛在来的啊啊，所以善导大师讲的，就阿弥陀佛讲的。 啊，佛出现在世间呢，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介绍西方世界一正庄严。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就可以体会到了，对吧？华藏世界。 啊，你用其他法门呢？归宿、啊、华藏世界啊,啊，那华藏世界的法王子普贤菩萨啊，普贤菩萨劝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求生极乐世界啊。哦，那我们世间都说别走弯路，是吧？<laughs> 哦，那。 呃，到了华藏世界啊，普贤菩萨再劝你来一起到极乐世界，那我们干脆直接到极乐世界不就好了吗？哦，而普贤菩萨是最高的啦、啊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啊。哦，而且四十八愿，我们前面一愿学到了，诸佛称探愿呢、啊。 佛是老师啊，老师的心愿是什么？希望学生赶快成就啊。哦，那这个老师会不会希望学生赶快成就，但是要在我身边？<laughs> 哦，那这个老师我看靠不住了啊。为什么？啊、哦，有点控制了，嗯，是吧？要随缘呢。 哦，哎，他发现了，哇，这个学校成佛最快，他推荐学生去那里读书啊，<laughs> 哎，哦，所以，假如极乐世界成佛的速度啊没有华藏世界快，那普贤菩萨把人推荐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到时候会被人家骂了、啊。<laughs> 我本来在那里好好的，还比较快，你怎么？ 把我介绍来这里更慢了。我 <laughs>、哦、那普贤菩萨不干这种会被人家骂的事情。<laughs> 嗯哦，那可能有同学说了，嗯，有时候我们也会冒一些念头。那这个阿、啊、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求生极乐世界啊？ 哦，这个、冒冒这种念头了啊,啊！这个就是平常、啊、很喜欢想事情的人啊，冒这个念头出来了。这其实世界是学校啊，<laughs> 释迦牟尼佛已经毕业了，<laughs> 毕业了干啥？毕业了度众生啊，他有他的教化区吧。 当然了，你到极乐世界还是看得到释迦牟尼佛了。<laughs> 哦，情起作用了，我还是挺怀念释迦牟尼佛了，是吧？<laughs> 你一级一切啦，到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呐、啊。你与一念情遍游十方佛国啦 <coughs>。哦，所以这种。 华严的境界，一级一切，啊，你一生一切都生了、啊。哦，哦，而且，藕益大师还把我们开了一个，哦，这个大秘密是吧？什么秘密？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哎。 没有他老人家开出来，我们每天读啊，没看到啊。我于五浊恶世，行此难事，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哦，哎，你看，讲的明明白白，但是呢，却是被偶遇大师给我们开出来了，然后再为一切世间说此男性之法。 哦，那释迦牟尼佛他涅盘呢、啊？啊、哦，他那个涅盘的表法是什么？啊，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啊，让众生呢、啊、有警觉性啊。哦，不然，哎呀，释迦牟尼佛寿命那么长，明天再去吧，明天再去吧，最后被无常给吞了、啊。 实现这个涅盘也是慈悲啊，点化众生呢、啊，要珍惜佛法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这个佛出现呢、啊，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介绍西方世界一正庄严，因为众生业障太重了、啊，跟他讲念佛做佛啊，他不相信，所以才讲。 他能相信的法门，才说出无量无边法门。那这个就让我们感受到佛柔软慈悲啊，他不强迫众生呢、啊。众生说：“我修这个禅，我很习惯了、啊，我一定要修禅。”哎，佛也满他的愿呢、啊。啊、哦，哎，过去生修学都有。 啊，这些修学的习气在呀、啊，啊，不强迫众生，啊，那是对不能相信念佛法门的众生所说的，能相信这个法门的，是第一善根呢、啊。啊，无量寿经说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，啊，当然大家听到这里是珍惜因缘啊。 这是供养无量诸佛才遇到的因缘啊，可不能听了第一法门啊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啊,啊！出去遇到学佛的人，嗯，我是第一弟子了啊！哇，那那本来这一句“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”啊，是把我们的使命感、责任心提起来了，结果我们不善学，把提起傲慢出来了。 第一弟子是啊，处处要表法、啊，这叫第一弟子啊！哦哦，就像经上讲的，过去生中啊，行菩萨道，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才能相信。哦，就经文说的啊、哦，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，当有众生执诸善本。 这个是指末法了，是正法以后的众生呢、啊，应该主要指末法。当有众生执诸善本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啊，有比尼来如来加威力故啊，所以我们闻到这个法门也不容易呢。无量诸佛加持啊，不然我们身上的业也是很重的。 有他们的加持，我们能闻、啊、能修学，能念佛啊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摄取受持。念佛的时候，就是摄佛的功德为自功德，了，这是果地门呢、啊，他利派果,果教门、哦哦、我们从果起修啊，即修即果啊，要好好老实念啦、啊。 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之一日，掌握住了，万修万人去。好，好，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